天，这样时间我们一起聚集在这儿，不管外面的怎样的天气，我们坐在这儿，我们身心灵在神面前是一个荣耀，也是一个平安的记号，也是神的爱的记号。保守我们在这一下时间，我们敬拜神是全然的把生命摆上，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把身上手机拿出来，好不好？然后看一看，把它关掉。我们希望是连震动都不要，好让你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打断，没有任何打断，让你在神面前敬拜是全然敬拜，因为神也在看你的心，在看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好不好？让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预备的态度。让我们祷告，为今天的信息，也为今天的敬拜，也为我们的心，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心一起来祷告，预备。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当我们睁开双眼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一天的道路充满了恩典。主，我们当我们可以来到教会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更知道这一周我们要将我们的日子全然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是亲自恩待我们的主，你要率领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征战得胜。主，我们要交托我们所有的重担，交托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让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就从你的话语得着你的激励，得着你宝贵的提醒，让我们也得着你的喜悦。求主恩待保守一下时间，这样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让喜安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对神的颂赞。
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耶稣奇妙的救恩。耶稣奇妙的救恩，我要怎样的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耶稣奇妙的救恩，领导世上之人，解救了我罪的身，引证着我灵魂，主为我解脱是我的找释放，耶稣奇妙的救恩是我的拯救，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胜过火到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山顶，美过最美眷恋，奇妙救恩赐给我喜乐，伸缩心底一生光环，当过我一切的无限期，我要这样子生命，我要赞美主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我们的主，主的荣耀要降临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同声，我们来唱首诗歌，将天敞开。保护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
哈利路亚，主的荣耀将要裂天而降。哦，主啊，打开我们的心，要来欢呼，要来赞美，迎接主的降临。哦，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是荣耀的君王。我们在这里天上地下合一的敬拜，要同声欢呼赞美那坐宝座的羔羊，是配得一切歌颂、一切赞美、一切尊贵荣耀的。让主的荣耀早晨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早晨都看见主荣耀降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匍匐在你面前，要来敬拜你。哦，每一个人都要高举双手，要来赞美你。哦，把一切的重担完全卸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得到完全的释放。主，你说你的灵在哪里，那你就可以得到自由。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完全得到释放，我们完全可以得到自由。让主的灵亲自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达到你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赞美，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是的，当神的荣耀还有神的祝福要临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承接好，成为一个可以承接上帝使命的器皿？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当我们想到神所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回应的更多。我摊开我的双手，想要给你什么，就一无所有。我献上我的身体，想报答你什么，可是却没见你那么多。祝你却用你温柔双手抬起我的头，轻轻对我说，你恩典够我用。我高举双手触摸你的手，当空生命只愿爱你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向神求，主啊，我要成为你荣耀的器皿。主啊，求主你的恩典浇灌，你的恩典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如何为你而活。让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主啊，是的，求主你真是恩待保守我的生命。主啊，是的，主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是的，也许我们会有软弱，但是神却要告诉我们他的恩典够用。他不是看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愿意摆上的心有多少。让我们单单来到他面前来祷告，求他的能力浇灌我们，求他的恩典覆庇我们。是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却用你温柔双手抬起我的头，轻轻对我说，你恩典够。主，你却用你温柔
主啊，我们要敬拜你，因为因着你十字架的大能，我们得蒙救赎，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称为义。因着你十字架的大能，我们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能够与父神和好。因着你十字架的大能，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因着你十字架的大能，我们有永远的荣耀与盼望。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赞美不尽，我们的感恩不尽。求你借着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这群被你拯救、生命被你改变的人，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光发亮，使这世界能够认识你的名，敬畏你的道。我们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献诗，我们请马可牧区所献的诗歌名是《从心合一》。
是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从心和意，同心。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胜过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是的，让我们能够不分彼此，一同携手向前行。接下来读经，我们请翻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翻开我来念。第十二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接下来我们请本堂高牧师来为我们证道。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今天早上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生命里面喜悦。其实每一次来思想分享，讲一大堆道理，然后道理越大，大家睡得越沉。其实，在生命当中，好像所听到的跟我们的动作，就是知道了，我愿意了，要爱主了。但是，生命试试看好不好？如果生命在休息、在喂养、在成长过程里面，它成为一个动力，是一个生活出来的感觉，那我们思想。这种活出来的感觉在生命里面，就是神今天要我们做的活祭。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从上个礼拜这样的一个激动，这样的一个兴奋，哇，200人在上面一起预备要出发，出发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出发到很多你想不到的地方，你接洽的时候人家给你说 no 不要啊，跟你回应都是很消极的，那我要在那边抱怨说我们预备那么多，你们这样子随随便便。弟兄姐妹，有做一件事情，今天重点不是说我们预备了什么，重点是你遇到什么困难，只有一句话，感谢神，没有关系。如果我报名表给你那么久了，你到后来完全都没有给学生报名，那我要生气还是要抱怨还是要OK， 没有关系，只有一天我们照样这一天开始来报名都没有关系。凡事感谢，凡事感谢，你就发现一件事情，真正的成长不是你的能力增加，是你的 EQ 在成长。而这 EQ 从哪里来？从神在你生命里面来塑造你新的人格。好，我们上个礼拜看到是激动，好不好？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短短的影片让大家看到，经过这个礼拜好像生命的洗礼，我们又蜕变成什么样子，又是怎样的一个感恩，又是怎样的一个激动，好不好？我们来看一段影片，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礼拜5个团队出去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和他们所回报的。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可以吗？
to say, Lord, it's you who gave me life, and I can't explain just how much you mean to me now. That you will say, dear Lord, give all that I am to you, that every day I could be a light that shines your name. Every day, Lord, I learn to stand upon your word, and I pray that I might come to know you more, that you would guide me in every single step I take there. Every day I can be a light unto the world. Every day it's you I live for. Lift my hands, I lift my worship to you.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Oh,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Ever I will see only you light all.我相信我们会兴奋，是因为我们参与在其中；我们会热血沸腾，是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也在这道路走在其中。我们也看到整个世代，从地点开始，到时间的展开，到你生命的热血沸腾，你会忘记什么叫做年纪，你会忘记年岁原来是一个很虚空的东西，但在你手中，你拥有就是生命的真实。我觉得把生命，把你的灵魂成为神所运作的一个贵重的器皿，你生命在神面前是一个活泼的，是一个 living being， 是一个真实活在神面前的。神说我要用你，你所领受是 living water， 真的在神面前你将会是一个永远永流不断的。那生命在这个当中不是坐在这边听到越做越沉，而是我要起来，我要燃烧。而生命燃烧的时候，真的会烧掉很多东西，你原有的，你会发现剩下的原来才是真正的你。而那个你活出来的时候无比的畅快，
献上感恩。在这个过程里面，除了我们教会以外，我也可以感受到有另外一个教会。今天我们要欢迎从美国另外一个教会，从芝加哥过来的，那这个领队是我们以前我们的传道同工哈 ，Tony 跟宣爱他们。那他们从美国带一群大学生，通通都是大一十八岁而已。那配合台湾的乡湖的工作，在台湾很多乡村的地方也是短线的工作。那刚好这个礼拜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神。那我们就感觉到他们所做的侍奉，跟我们好像从来不认识，但是今天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多很多的兴奋，很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谈起话来，就好高兴。那我们盼望在神面前，这样的喜乐也同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个时候也要欢迎他们跟我们在这个当中来唱一首歌，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先一起欢迎他们，热烈鼓掌欢迎 Tony 还有他们的团队，让我们一起起来。我们也会请 Tony 在这个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讲几句话，让大家在生命当中就有这样喜乐。我相信因为时间很短，所以他直接用英文跟大家讲，那大家可以领受这生命里面的问候。好，我们再次热烈鼓掌，好不好？I just want to thank Pastor Gao and Tainan Holiness Church for hosting our team from Chicago for 2 days. 超想谢谢这个教会来欢迎我们。I remember standing here 5 years ago before this church was built and praying with many of you for this church. 我记得五年前有来这个教会，然后跟大家一起祷告。And it's amazing to see today how much God has blessed this church.我就很惊讶，看到神怎么祝福这个教会。And to see how God is using you to reach all of Taiwan through these gospel camps. 然后看这个教会是怎么跟台湾服事的。So in the same way, we spent 2 weeks in Hsinchu City, teaching English to high schools and junior high students. 所以我们是跟你们一样，在新竹就是服事，然后教国中跟高中生英文。So we were able to teach English and also share the gospel to over 200 students, and many received Jesus Christ as their savior. 在课程里我们有传福音，然后有200个学生有来信主。And so we just want to share with you a song that we shared with others at another church. 所以我们今天帮你准备了一首歌。So I hope you are blessed.Bless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遍地都看见，我生真伟大。弟兄姐妹，很高兴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见证里面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其实神要我们并不是事工，也不是要我们建一个会堂，神要我们活生生的见证，也就是当有动作的时候的每一个意念都是神好高兴的意念，好高兴的意念。我们昨天做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这次短宣去租一个内室，他们租一个很棒的一个会馆，然后当他们一进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好兴奋。那个领队一看到好美的夕阳在半山腰，然后俯瞰下面的环山镇，这个镇他们是多么多么的一个平静，没有听到喧哗的声音，车子很稀少在经过，但是远方乌云从这边飘过来，盖上浓浓的一个厚云的云层的时候，阳光从那边射过来，好像另一个天地，哇，好美好美。然后如果我们在那边看到这么美的景象以后，我们很快的告诉下面来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赶快放下你们行李，什么都不要管，赶快来看好棒的好棒的景色。如果你再不来看的话，太阳下去你就看不到了。哇，每个人不要管任何东西，行李都摆下，什么重要什么东西什么设备都不要拿，赶快丢下来看，来到这个景观台，来到这个凉亭一看，我大概有把握，每个人上来都会有一种表情，大概都猜得出来每个表情会怎样。每个人表情都会哇这么好漂亮，第二个动作会是什么，相机赶快拿出来，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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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来拍去，拍拍拍，然后就开始扫描，每个动作都一样。我大概知道一定会，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假设好了，如果第一个看到这么美的风景的人，他下来说：“大家把行李都放下，都不要管，赶快来看。”大家都冲上来，那几个人说。哎呀，还不是都一样，真的不一样啦，你看就知道不一样。哎呀，都一样啦，然后我还要做我的事情，我还有我的事情。弟兄姐妹，第一个感觉就是蛮失望的，蛮失望的，你大概失去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风景，很棒的感觉。而这种失望的感觉从你身上来的时候，会对那个弟兄蛮失望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蛮没有办法跟他有相同的那种心情。弟兄姐妹，就好像神他为我们预备迦南地那么的美，他很兴奋哦，神很兴奋哦，说告诉你这边很棒，你来你看就知道，你不相信的话派探子来看嘛，你看就知道了。但是神心里面很难过，就是你看了以后居然说算了，不用去，不能去，去没有用。神当然会对我们来讲叫失望，没有办法抓住你的心，但对神来讲，神用尽各种方法把你分开红海，用尽各种方法把你从埃及叫出来，把你排除万难，让你到这个地方，你居然一句话就说啊，算了，不用不用。我觉得在生命里面标杆就是这样子，我们讲具体一点的，神要给你你不动，那就是得罪神，神的心情被你打乱了，神就很难过。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能不能抓到神的心，跟抓到神的 tempo 这种节奏感，你抓得到吗？你抓得到的话，你就是神所喜悦的。而你抓得到的话，你不但是神所喜悦的，你也得着神要给你的。神要给你的你得不着，神就很难过。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一样了解，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都误以为我的标杆就是大学的学士，我的标杆就是博士学位，我标杆就是那个总经理。弟兄姐妹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冲线的时候，那个物质那一条线不是你的标杆，你也不可能把那条终点线带回家做纪念品，没有意义。划龙舟的时候，你夺得那个锦旗，你也不可能把那个锦旗带回家做纪念品，因为那不是你的标杆。你的标杆那只是记号而已，你的标杆是得胜，你的标杆是大家欢呼，然后知道你在生命里面这训练的过程，你的殷勤，你的锻炼是有果效的，果真是第一名，因为神要第一名，神要第一名。那你得到第一名以后，把赶快把那个锦旗哈丢掉，把那条线丢掉，那不是你的标杆。你的标杆是什么？从现在开始要谨慎自守，继续锻炼你的身体，好让这个第一名一直在生命里面成为果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达不到，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标杆，我们都把这世上的东西，学位啊、职务当作我们的标杆，其实我们拿到以后，那条线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办法证明你是第一名。结果你拿那条线或者那个奖牌，我是第一名，有什么用？人家看到你现在身材肥得像猪一样，没有人会认同你是第一名的。今天我们如果在神面前不警醒的话，我们有任何的物质做标杆没有用。像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例子，摩西他的标杆的人生是什么？从起初他就很悲惨的一个出身，但是神让他在这些不幸的过程里面有很特别的保守看顾，脱离法老的那种屠杀。那我们看到在摩西的接下来生活就是一个传奇的故事的，而这传奇的故事神来保守他，他也学习的很快。你看哦，使徒行传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还有说话行事都有什么才能，这跟后来在西乃山他说我拙口笨舌是很强烈的对比哦。这时候他各方面都很强，为什么神没有用他呢？好，我们来看下一段，就是他失落的时候。他在失落的时候成为新的故事，新的故事里面他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在这个当中他希望成为一个生命的我，开始寻找真正的我，在旷野里面成为牧人，而在牧人里面也慢慢安定了。他理当应该说这就是神给我的生活了，撇弃一切荣华富贵，进入到这个地边，进入到这个平静的生活。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也愿意撇下世界荣华富贵？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只是撇下世界荣华富贵，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跟世界荣华富贵比，而且比了以后你也渐渐失落，没有用。但是我们常问题出在哪里？平静下来以后终老而死。神不是要这样子，神要你在生命当中进入到第四段。神那一天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那时候摩西也可以说我拙口笨舌，我没有办法，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但是神却也因为这样说，你们今天谁也不可以为难我的仆人摩西，因为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如果你要说的话，今天他是我的仆人，他在我家全家尽忠，我今天要使用他。弟兄姐妹，真正的故事从第四段开始。弟兄姐妹，你在哪一段？你现在，但你不是婴儿，但是接下来三段你都有可能。很多时候我说讲得好听一点，好不好？我愿意撇下荣华富贵，但是终老而死并不是神要的。神要你在这个阶段里面成为神的见证。一样的，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来进入到这个标杆人生呢？神要你做一件事情，放下重担，就是这么简单。你要放得下重担，这个重担其实是残忍你的一切，也就是神一再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所说的，脱下一切残累你的事物。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真的有什么事情是脱得下的重担呢？你换得下来，一件一件换得下来，你才能够在神里面成为标杆的得胜，成为标杆的得胜。那我们在神面前就学习这句话，早就跟我们讲过，烦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们得着安息，这样的故事。那我们想在生命当中这个故事里面对我们所述说的是什么呢？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来思想你知道的事情。我们从你知道的事情开始，上礼拜跟大家讲，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因为魔鬼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他知道你的弱点，
所以你的弱点可能就是很崇拜这世界，魔鬼就给你丰富各方面丰富，你的弱点可能是一蹶不振，神就魔鬼就用你的痛处给你变成破口，然后在那个地方你就开始埋怨，你开始苦读。也许你的生命状况不太一样，但是魔鬼总知道你，他了解你，魔鬼也了解你哦，然后给你不同的试探，你要么骄傲，你要么就开始埋怨。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秘诀，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道路，我如何处丰富、失落、贫穷，我都知道，我已经更丰富了，我已经会拥有神荣耀了，是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上头加给我力量的。弟兄姐妹，这上礼拜我们所讲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这个秘诀里面，住在这个秘诀里面，怎么检查呢？我一样的，借着保罗的故事，你真的知道吗？我们现在才知道，神让保罗知道前面有患难，但是保罗经过神的爱以后，经过神的拣选之后，他决定了，就算有患难等着我，我还是要走完神给我道路的一个标杆，神给我生命的路途，我一定要去做，这是神给我指示，我要做完它，这就是我想做的。那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神给我们一个讨论，你今天想做的话，从你的个人生活开始，就讲不要跟人家比较哦，不要跟博士比较，也不要跟总经理比较，也不要跟美女比较，什么都不要比较，比较你这个最平凡的人。你今天在神面前，神就让你开始看到你自己了，你怎么努力，神都告诉你，你怎么努力都对，都对。你在神面前只要有努力都对，你努力到后来读一个普通大学也对，读到一流的大学也对。都没，神要你在各地方不同的操练，好让你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成就第一名的荣耀，第一名的神国的第一名哦。弟兄姐妹，现在你就开始来讨论你自己，你现在所拥有的都不是终点，你现在所拥有的荣耀都不是终点，你现在所拥有碰到的挫折也不是你的伤处。神要让你知道，今天只是过程，今天只是过程，所以你应该这样说，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我自己也知道，不是以为今天已经得着了，不是以为现在就是终点。我今天在神面前不管怎么荣耀，我都要学习一件事情，神今天要用我，神今天要用我，明天也要用我，这一切加起来就是神的道路。我绝对不以今天所有的来做夸耀，我也许在今天里面做了很多事情，那今天在神面前我要感恩就好。你带不走今天所拥有的。这个礼拜我到各个地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短宣的活动，然后其中有一天我就到清境去住，然后隔一天再到往南部，然后住在清境的时候，那一天我们看气温，哇好舒服哦，气温20度，哇很凉，哇住在这边真好啊，真好。我在那种感觉里面，又不会冷又不会热，然后在森林里面吃饭各方面都很舒服。那后来我们就到往内斯走的时候，我们开车从清境下来到东山休息站，一出来的时候气温34度，从20度到34度，我就发现一件事，同样的台湾才2-3个小时的变化，我们没有办法把清境的美景带到南部来，我没有办法带着走，因为那只不过生命的一点而已，而那一点只是那一点的状况而已。我们任何人没有办法把你所想要的东西带走。你哪一天特别第一名，荣耀唱歌第一名，你哪一天什么数学考试第一名，你哪一天电脑的测验你第一名，你都没有把它带到你的人生的每一段，那只是那一天而已，隔一天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人生。那人生给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其实明天怎样你都不知道，你只能知道今天是美丽的风景，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也是给我们生命，就好像这张图一样，它好像很多的云雾，今天在你面前觉得它很美丽，但是没多久它就在神面前，就在你的日子里面，就在你的人生道路里面渐渐消失了，然后消失以后不着任何的痕迹。记得
你今天三十岁，曹浩想十岁、二十岁已经不着痕迹了。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快六十岁了。我如果回想我的生命的话，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如何的勇猛？弟兄姐妹，其实想就是本身就是难过，因为不着任何的痕迹。今天我在神面前好思想，但是我如果想明天的话，我就兴奋。我如果想明天的话，我就兴奋，因为明天好多的事情要发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怎么在道路里面，你怎么来雕塑你自己的生命？好，我们先来雕塑自己，好不好？不要把自己雕塑成有名望、杰出的人，不要一直想要把自己弄成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把一些博士学位、把一些东西成为你生命的盼望。弟兄姐妹，有人都说哇，牧师好像很排斥博士哈。弟兄姐妹，弟兄不是，弟兄姐妹，你在侍奉的时候，生命的动力在你面前不断的加成。有一天你说了一句话，我最近这一段人生我要写这个论文，我要做这个，所以侍奉暂停。弟兄姐妹，请记得，那就是你自己想要的标杆，不是神给你的。你在做一件事情，塑造自己的东西，塑造自己所想要的，那神在这个当中就看到你生命的内涵。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所以侍奉暂停。那件事情不是神要给你的。有一个人，他为了在神面前侍奉，不断，后来用了很多，知道不足，那我要再学这个。我学的时候越学越能够侍奉，神就在他越来越学的过程里面，给他开了一条路，让他得到一个某一件事情的博士。那个博士是神要给他的，因为他没有停止他的侍奉，而且越侍奉越丰富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你可以走这一条路。他走了这一条路以后，他所得到博士成为教会更多的祝福，那是神要给他的。如果你说最近我为了这个升迁，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聚会侍奉暂停，弟兄姐妹，那是你要的，你离开神了。弟兄姐妹，有那么严重吗？我们最近跟大家讲一个，如果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我告诉大家提醒，也告诉大家一个挑战。弟兄姐妹，二十几岁的人在做对上的辅导，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已经发现一件事情，以前你们可以带队员，但是学校要我们替你联络，你的住宿饭店我们替你联络，这个游览车接洽，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现在都不需要我们，这些队伍完全自己来料理，完全自己设计。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已经接管所有事情了，那我们变成没有用了吗？弟兄姐妹，我不先不说我们，先说下一代好不好？当二三十岁可以统管教会所有事务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突然他们下面的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已经跟上。我假设你是二十五岁那一天说，我最近在忙这个，我先暂时不参加。弟兄姐妹，你暂时不动的话，下面十几岁立刻补上你的位置，而且做得比你还好。有一天你说你好，那这样好了，那我回来做。弟兄姐妹，第一生疏，第二根本不需要你，大家都做得到，那我怎么办呢？可以不可以重新加入？可以，从队员开始。弟兄姐妹，不是比阶级，而是你失落，你的人生有一个空档切割掉了，失落了。其实你的生命可以一直不断的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呼召里面，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你需要的也不会中断。你在神的道路里面一直会神的事、神的荣耀、侍奉神的喜乐会一直在你身上，但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不会受影响，而且会被祝福。当有一天我要专心我的侍奉、专心我的家庭、专心我的一切的时候，你这两三年你会中断在神面前的荣耀，别人补上你的位置了，而且补得很好。然后你会发现，补你位置的人，他们的学业、他们家庭
变成神荣耀的祝福。那一天我恍然大悟，我要重新再来，可以从零开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给自己一个调整，来到这边是为了什么？如果来到这边是为了灵的成长，灵魂苏醒，那这一条路将会是真的。如果来到这边只是为了我的新的目标，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所以在教会里面这段时间我暂停，弟兄姐妹你就失落了。你会发现教会的年轻人补得很快，补得很快。曾经一阵子我跟教会的十七八岁的一些青年说，组一个小师班，小一个小师班，哇，很强的，很强的。后来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秀之夜的那种节目，九岁十岁十一岁的，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眼睛看到这些哥哥好棒，他们有个祷告，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我要像他们一样。我发现一件事情，下一代九岁十岁十一岁起来的，很快就要把十七八岁的这些人挤掉。弟兄姐妹，我讲的是九岁十岁十七岁十八岁，那你现在几岁？弟兄姐妹，在有生命的教会里面，你稍微停止就被人家挤掉了。因为凡有的还要交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怎样拿掉。弟兄姐妹，你如果生活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教会，那就算了。如果你今天想要活在神祝福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把你的生命交给神，活水泉源在你生命里面。你今天五六十岁，你会像十七八岁的人。如果你今天说为了自己的缘故，我想我有自己的标杆，我有自己的想法，弟兄姐妹，你就会非常荣耀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在神的道路里面失落了。你说对啊，教会那些人你看都是照顾原住民那些小朋友，弟兄姐妹，神让你照顾小朋友是你无限大的荣耀，无限大荣耀。因为学习小事上忠心，这就是忠心的祭司。你走自己的道路的话，你并不是在照顾人，你是被牵着走，就是魔鬼所谓的毒钩在你身上。罪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权势在哪里？他不断的在抓住你的生命，引导你走他的道路。有时候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要学习去做合主心意的人，好不好？学习做一个合神心意、合乎主用的人。如果你要做这样做的话，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脱离卑贱，成为圣洁。卑贱是什么？卑贱是什么？卑贱就是你自己想要的，不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而不是神的世界。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踏进来，你会立刻破碎自己，你就发现，只要你进入到神的世界里面，神的荣耀、神的空间里面，你就消失掉你自己，没有你个人的存在。我在外面是小提琴第一名，你进入到神的空间里面，你就什么都不是，你只不过是乐团里面的一个。但是你会发现，我虽然只是乐团一个，但是四周围就不断的像生命的基因 DNA 一样，它不断的生长，不断生长在你四周围，跟你一样荣耀，跟你一样喜乐，你们成为一个军队。而外面自己有第一名的，他会有一个情形，我走我个人的道路，但是慢慢的失落，慢慢的被世界剥夺，慢慢被世界剥夺，直到静静没有。这是一个生命的智慧，我们努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做合神心意的人。撒母耳取代了谁？以利。大卫取代了谁？扫罗。神都想相同的话，我不要你，我撇弃你的，我要为自己另外另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我要为我自己的缘故立一个新立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你今天接续了吗？在生命当中你可以感觉到神在动他的军队，神在动他的军队，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军队里面佼佼者。只要回到个人什么都不是，只要进入到神的军队，每一个都变得非常的强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短宣队员200个人站出来，一出去的时候到各地去，把整个学校闹翻天。弟兄姐妹，
这个叫搅乱天下的人，不是用泼水，而是你生命的水在浇灌。弟兄姐妹，凭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到各地去看，每个人的环境不一定都很好，但是每个人的喜乐都充满在他们脸上。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是懒得理我，他们是没有时间理我，因为在他们身上旁边都是一大堆小孩，他们要引导他们。那看到哎，牧师，那我就说你要干嘛？我带小朋友回家。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从来一早回家，小朋友都黏在他们身上。弟兄姐妹，我只有一件事情，并不是他们成为他们的父母，而是他们自己在学习，自己成长。我才17岁，我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弟兄姐妹，我60岁，我要成为神的仆人，都要做得到，都要做得到。这是神给我们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福分，那你怎么做呢？好不好？今天只是景色而已，你要怎么来向前向着标杆直跑？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句话：忘记背后。那什么叫忘记背后？弟兄姐妹，你只要有失忆症就可以忘记背后了吗？那很多人都可以啊。弟兄姐妹，忘记背后是什么意思？忘记背后就是脱离捆绑的意思，也就是你有很多的重担在你身上，很多的重担在你身上，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在你身上，很多的骄傲在你身上，你要学习把它忘记，你要学习把它放下来，很多的不可能，很多挫折在你身上。摩西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必须忘记他的口才现在已经不行了，他必须忘记他的年纪已经80岁了，他必须要忘记他根本没有人脉的关系，因为百姓拒绝他，他自己百姓拒绝他，甚至埋怨他，你回来干什么，害我们越来越糟糕。他也可以在这个当中必须要忘记当年的恩怨，40年前跟法老的那种离弃的恩怨。弟兄姐妹，我们他更要记得，他更要去忘记，更要去忘记他根本没有实力来跟法老对抗。他也必须要忘记，就算对抗成功，你有多少资本可以带百姓出埃及。他必须要把这些都不要讨论，不要讨论，因为我只要有神，我就相信一切都可以。有没有阿们？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摩西必须要忘记他根本没有口才，他要把他卸下来。摩西必须要忘记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摩西也必须要忘记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本，摩西也必须要忘记他没有人脉关系，他必须要忘记他没有条件跟法老对抗，他必须要忘记他没有足够的钱带百姓出埃及，他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我努力面前就好了。努力面前是什么呢？努力面前就是你必须要过一个有计划的人生，也就是说我现在走的道路是活在神的意念里面，不是活在我的意念里面。我的意念必须要知道不可能，但是如果是神的计划、神的道路的话，我要走在计划性的人生里面，是神计划，我相信的话就走。走的时候我也不能只是说好得胜得胜。弟兄姐妹，每一个得胜都是一天，但是我今天在每一个得胜加起来，我是为了神国度的荣耀，为了神国度的荣耀。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必须给自己有这样挑战，今天你这个短宣队做得很成功，没有用，用处在哪里？你短宣队很成功是拍很多照片大家看一看很高兴吗？不是。今天神要告诉我们，这一切你已经变成神的仆人了，你不怕流血流汗，你也没有任何的怨言，你在任何的困难里面反思感谢，所有队员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批评，没有任何的比较，吃任何东西都要发出一个声音，好好吃。平常不吃的在那边什么都吃，当然不是说那种牛排啦，是那些苦瓜不吃啊，什么不吃，在那边什么都吃。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改变是从你生命里面很多突破，你已经成为神国度的人才，也是神在这国度里面所要兴起他的中心的祭司。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告诉我们，摩西他的标杆的道路就是像这样子。
以至于分开红海的故事，以至于打开世界性的道路，在他生命里面不断的发生。今天这故事也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看你怎么走，看你怎么相信，看你怎么做。脱离本身是一个很难的故事，你怎么放下重担，你怎么脱离这一切捆绑，这是一个智慧。那当然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自表谦卑，不要刻苦己身，这个都没有用。你要脱离这一切重担，你用这种人的方法也没有用，除非用一种方法就取代，你有更好的自然次好的就拿得掉，对不对？你有更好的次好的就拿得掉了。我们生命都要学习要有更好的。弟兄姐妹，学习一件事情，以前的事情也许我觉得很有益处，弟兄姐妹好不好，把你以前可以夸的学位，把你以前可以夸的地位才干，还有你以前可以夸的这些人脉的关系，都把它当作有损的，好不好？试试看，试试看。以前只要有侍奉，我就想起要侍奉哦，好，就把我的给洗头啊贴出来。我的给洗头啊是什么？就是我的电脑，也就是我的什么？弟兄姐妹，试试看，现在在神面前，不要把那个东西拿出来。免得你的侍奉是那个你的才干，你的侍奉应该是神在你生命的呼召，叫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弟兄姐妹，你已经拥有基督了吗？你已经拥有基督了吗？弟兄姐妹，再说今天可能有羞耻的事情，今天可能有失败的事情，可能有失落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先抓住你在神面前是得救的再说别的，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已经得救了吗？有没有阿们？先说这一点就好，其他都不要想侍奉。如果你这一点已经是得救了，生命已经是得救了，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洗净你一切所有的罪，其他你没有侍奉没有关系，弟兄姐妹，然后让神在你身上说，我要兴起你做我的仆人，你说话你走路，你会看见新的生命打开了，你就会忘记以前我都把我的给洗头拿出来，现在根本不用，现在神要用我的是我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有很精彩的节目将要上演，就是一台戏，基督的一台戏。那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给我们什么？你如果有新的钢琴了，你自然就会把旧的玩具钢琴拿掉，不要再去讨论三个小时弹玩具钢琴，七个小时弹真正钢琴。真正聪明的人，你已经有真正的自保，旧的东西就拿得掉了。我也学习一件事情，不要讨论我有多少才干，不要讨论我的恩赐现在慢慢的失去，我只讨论我是不是得救的人。我如果是得救的人，我求主能够帮用我这个人，因为我是他的人。你要用我的话，哪里去做什么改变什么我都敢做，都愿意做。那新的故事会在出人意外的平安跟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故事里面成为神的祝福，因为你为了要得着基督，有得着基督其他都不在乎。这就是生命里面给你看到上面来的呼召。上面来的呼召又是什么呢？我们求主再次引导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好不好？你很认真是 你是你的事情，考一百分也是你的事情，弟兄姐妹，但是这个一百分证明你有努力，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锻炼自己证明你有努力，一百分是你自己的成绩。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的一百分没有用在大学联考的话，那一百分也是没有用。你的一百分必须要 under 在大学联考之下。我在这个大学联考如果考一百分，我如果考上第一志愿，我这个一百分才有意义，才有意义。因为考一百分是我自己说我一百分我有进步，但是我愿意顺服这个联考制度，我就成为新的身份，成为大学生。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而这个顺服就是上面来的。弟兄姐妹，你不能说你的才干有进步就好，你也不能说你恩赐有进步。你如果恩赐有进步，才干有进步，但是没有在教会里面成为神荣耀的器皿，
那没有用。我一直告诉别人说，你看我考100分，谁理你啊？因为这个100分不是在联考里面考的，是你自己走你自己的路了。我们必须在这个道路里面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用途。那有一天你在神面前就可以知道，神看你的心，不是看你外表有多好。我们在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有很多自己想要的，我们一直赞美神，心里面想我想要的，那你的赞美是空的，你的赞美是空的。我们再次看见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故事，好不好？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到照什么地步来行。弟兄姐妹，你今天在神面前已经信主3年了，请你用3年的生命来侍奉神，不要侍奉了3年了还在说都没有人照顾我，都没有人帮助我，都没有人关心我。你到什么地步你就活出什么样子。弟兄姐妹，真的就像这样子，你一个小婴儿4个月大，他会妈妈4个月大哦，我告诉你，4个月大会叫妈妈，那是神迹奇事啊！哇呀，哇，好兴奋的告诉别人，你看4个月大的小孩倒过来看到牧师，牧师哦，那样你看，好、哦、4个月小孩哦，真的会很兴奋的，会很兴奋，真的真的，到什么地步你就要怎么活着。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40岁了还在妈妈，有没有人会觉得兴奋？白痴啊，到现在还在吗？你到什么地步，请就活出什么样的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你已经领受那么多的恩典，你在神面前注意看那些活出来的人，他们在神面前是怎样的活出。但是要留意那些攻击教会的人，攻击神家里面的人，他们常常这样活着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我曾经讲过，如今我在流泪的告诉你，讲讲了又讲，就是要你留意。就好像昨天我们祷告会里面所说，我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过，我还要再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还要再求，我住在耶和华殿中。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相叠的一个说法，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再讲一次，而且是流泪的告诉你们，不要走那一条路。他们这样子，有一天他们结局就沉沦。他们怎样告诉你说啊，顾好自己的事情，顾好自己的家庭，顾好自己的事业，顾好自己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自己的督户，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督户，他们只顾自己。好好在神面前重新考量，如果你是神的仆人，是神所选召的，你今天已经领受多少恩典？红海也为你开了，玛拿也为你降了，10个灾难都降在埃及了，你为什么还是说不可能呢？还是说不可能呢？弟兄姐妹，神在我们道路里面让你注意，有一些人他们只为了他们的好处。我们在讨好谁呢？在讨好谁呢？在故事里面，这是新的一个开始。让我们在神面前给自己再一个确认，你是不是天上的国民？有没有阿们？好，弟兄姐妹，你是天上的国民，请你活出天上国民的样式，还有每一天的生活动作，每一天的选择权，你是天上的国民。在天上的国民里面，你要知道你的生命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改变，变化，变化成为神的模式跟样式，其实不是变化，是恢复。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样式，成为他的荣美，但是我们渐渐的成为世界的荣美，成为世界的样式。神要我们恢复苏醒，当我们能够苏醒的时候，生命在神面前，神说我要用你。弟兄姐妹，你如果是神的仆人的话，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你要信得过神，你要忘记你自己的不足，你要相信神。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你要相信神在后面很兴奋的等着你来看神为你所安排的良辰美景。神很兴奋的等你看，因为神知道你看了以后，你的表情一定会是哇，好棒哦！神等着看你那个表情，结果你连看都不看，连走都不想走，神就很难过。神很希望看你愿意去走，神很希望你能够看到那么美，
然后神就很高兴，你看吧，我很兴奋的事情你要跟我一起兴奋。弟兄姐妹，好的风景，好的盼望，好的感觉，要跟谁分享？你们没有看过广告哈、哦？要跟好朋友分享，只有三寸看过。好，弟兄姐妹，你要不要神把你当做好朋友？要不要神把你当做好朋友？神说，摩西也好，亚伯拉罕也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耶稣也应许过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把你们当做仆人，我把你们当做朋友。我的心里面不想要做事情，只要告诉仆人就好，仆人就会去做。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会跟我的朋友分享我的心情。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你今天要得着神在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喜乐，你将会是很不一样的生命。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故事里面一起来分享这样的故事。诗篇130篇，每次看到这首歌我就好兴奋。是一首生命更新翻转的诗歌，好不好？我们在这当中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谢谢你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进入到神灵的荣耀跟喜乐，引导我们更加认识你，引导我们更加爱你，引导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成就神灵的喜乐，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侍奉，献上感恩。我们教会还有很多事工，还有很多道路要去冲刺，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成长，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感恩跟同心合一的建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盼望这首歌大家跟大家分享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道路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喜乐。弟兄姐妹，我说过这首歌每次读的时候，每次听的时候，就如同在诗篇里面所对我们所说的话，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更敬畏你，只是对我们人才有特别的礼遇。我们希望在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一起把这样的恩典，把这样荣耀归给神，好不好？拍手来欢迎我们的国乐组。
请苏慧玲姐妹。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几天的风雨，虽然我们并不喜欢，但是借着这些风雨，你丰沛的雨量充沛了我们的水库，成为我们日用所需。感谢主今天所赐的话语，或许在今天我们觉得对我们好像没有帮助，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天它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宝贵。感谢主，今天有美国的友人来，好，他们成为短宣队去祝福新竹地区的孩童。我们的短宣队也到各个学校去服侍许多的孩童。主，你将属天的权柄赐给这些奉差遣蒙恩召的儿女，当他们蒙召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当我们受装备的时候，当我们出去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能力就在我们里面。感谢主，你让这些短宣队看到他们所做的，真的是祝福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也祝福了这些孩童。主，我们所做的并不是要得人的称赞，我们更高兴的是我们要得主你的喜悦。你时常更新我们生命中的蓝图，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不管我们向左或向右，我们都可以听到后面有声音说，这是真路，你要行在其中。我们今天所奉献的，求主你真的是让它成为教会的施工的各样的帮助，叫我们在各样的施工都有份。感谢赞美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生一世，必要恩惠牵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要恩惠牵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让我们一生走在主你所喜悦的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灵魂苏醒，我们不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在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真正的果子是你的荣耀的国度，这也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献上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并且你所赐下生命的医治跟荣耀，这时候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拥有这一切，能够活出生命宝贵的果子，而且多又多，成就在荣耀国度里面的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在今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生命的一个报道，就好像短线队所经过道路里面是很多很多感谢。那在这礼拜我们有一个报告，星期三星期四连续两天晚上有赞美之泉的和诗班在我们教会里面跟他分享啊，大家都能够，如果你有票的话还有侍奉的话，请记得这个时间上的配合。那教会还需要有人在交通管理上面的配搭，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帮忙这部分的话，你在柜台签上你的名字，我们可以在当中分配工作，让你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配搭这个侍奉。这是礼拜三礼拜四赞美之泉的故事。那下礼拜下下礼拜我们又开始到台东花莲，所以一样的，我们这礼拜各样施工也是因为有赞美之泉，所以礼拜四没有查经，希望大家礼拜二礼拜四都没有查经，大家都能够为这些事情关心。好，那礼拜三早上在成大医院的音乐也是一样照样进行，礼拜二的祈恩大家都为这个教会的各样福音施工能关心带到。好，我来介绍第一次来教会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他们。第一位是郭凤郭黄敏，对不对？郭黄敏，来哦，在这我们欢迎你很开心能够在这认识你，郭翔的朋友哈。好，谢谢，请坐。然后这位是刘光云，刘光云，在这欢迎你。刘杰所带来的。来，这是陈轩怡，陈轩怡，在这欢迎你。当然我们还是要欢迎从芝加哥教会过来的 Tony 跟大家和团队，我们再请你们站起来好不好，我们再热烈鼓掌欢迎他们他们明天就要继续往嘉义东石去我们盼望在各样的旅途上面都能够有神特别的祝福在其中。好，那很高兴在生命的每个片段里面都有生命里面特别的祝福。那你如果第一次来没有被介绍到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招待没有办法立刻辨识到你是第一次来的，你在会后赶快来告诉我们我是第一次来的哦，我也希望赶快能够认识你哦。好，在上面献上感恩，最后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就在各小组的祷告里面默祷散会。